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智慧仁医守护爱》，我是梁中昭医师。大家都闻癌色变，也知道呢，癌症是第一大死因。但是因为西方的饮食渐渐的到我们的国内，让我们的大肠直肠癌呢是癌症里面最多的。可是病人呢看到大肠镜呢就会害怕，认为会很痛。但是现在有一种叫做换水法的大肠镜，能够降低它非常多的疼痛。如何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肝胆肠胃科的胡志堂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胡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胡志堂，花莲慈济医院肝胆肠胃科主任，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他说，大肠直肠癌是可以早期发现，进而达到治愈的癌症。为了宣导大肠癌的检查，他亲身体验温水大肠镜。他说，只有自己亲自去体会，才能知道做检查的感觉，也才能真正减少病人的不舒服。在节目进行之前，为您介绍坚强的科研团队。首先是我们肠胃科的林正雄医师、于浩俊医师、罗文玲医师以及洪瑞胜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关任何肠胃科的问题，欢迎call in03-8561-337。胡主任，大肠直肠癌是怎么发生的？基本上分开所谓的先天性跟后天。那先天性就是遗传的因子，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如果父母亲还是你的祖宗里面有大肠癌的病史的话，可能你也是会有一个高风险。那后天当然就是食物环境，那尤其我们所谓的那些腌制啊、炸的、烤的、罐头，这些不新鲜的或含有防腐剂的，或者是一些为了这个肉食啊，为了防腐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讲香肠可能含有亚硝酸，这些都是致大肠癌的一些可能的因素啊。因为这些毒素哦，或这些食物哦，最终都要从大肠直肠癌排出去嘛，哈。那我们知道，如果生活饮食习惯不好的话，当然呢也比较容易。我们来看这一段，维西啊。林南才一辈子都在当厨师，煮东西给别人吃。从16岁开始，因为好奇尝试，从此烟酒槟榔不离身。看人家在咬槟榔，那好像很好吃，就跟人家学，结果就吃了30多年。6年前，林南才发现血便，他以为是痔疮，从未想过大肠癌会找上身。大便很不顺，都大不出来，他都大血，我以为是便秘，都拿药乱吃，结果喝下去又不会出血，就不管他，结果越来越严重。有肿瘤，身体却没有感觉，警讯也常被忽略，这就是大肠癌的可怕。因为我们的肠子可能要3公分那么宽，这个3公分让我们的这个粪便能排出嘛？那肿瘤没有长大的时候，它不会有感觉。肿瘤长大到什么程度有感觉？就是堵住肠子的出口。大便拿去检查，结果他说可能是有大肠癌的现象。粪便潜血免疫检查呈现阳性，表示大肠里有出血的状况。听从家人的建议，林南才赶紧到花莲慈济医院就诊。你父母亲有大肠癌的吗？你的上一辈排便都很正常。胡志堂医师马上安排他接受大肠镜检查。那潜血反应一般都会建议做大肠镜，从大肠镜里面就很幸运就发现他有一个可能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大肠癌。检查发现，林南才的大肠里除了有息肉外，还有一颗超过5公分的巨大腺瘤。他医生看说，这个可能是，他不敢跟我讲说恶性的，就直接手术了。确定他没有远端的转移，那一般所谓的转移就是第4期嘛。所谓大肠息肉，就是大肠壁上的一个凸起，是由表皮不正常增生所形成的。癌症的发生都有阶段性进展，当息肉开始变大、分化不好时，就会慢慢转成癌症，甚至转移到其他部位。那时候大家都想说，
就是尽量陪伴他，可能没有气候了，因为肠子那么小，怎么会长那么大的肿瘤，很可怕耶。胡主任呢，大肠癌已经蝉联4年，就是癌症的第一名嘛，哎，它是为什么这么可怕呢？我相信是目前的食物哈，还有我们的餐饮业里面，必须要含有很多的这个防腐剂。事实上，这个防腐剂或者是我们啊素食店这些的食物，都是为了啊这个让这些民众啊，对，那太多了，让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那并没有这个新鲜的蔬果，抗癌的食物就是这些新鲜的蔬果。那我们吃的太少，那油炸的、肉食啊，这些罐头的食物、素食等等，这都是很随手可得。对，那我们知道哈，就是好像大肠癌的初期症状哈，刚才像林先生，是不是初期比较难发现呢？初期因为它就像刚刚那个图一样，它还没有长大，它还没有流血，也没有说所谓的阻塞。没有出血，那通常不容易被发现，也没有症状，除非我们验所谓的潜血反应，发现有部分的潜在的血液的话，就怀疑会不会有大肠癌这样子。对，我们知道哈，胡主任今天有准备一张卡哈，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比较好的。这张卡来提醒观众哈，哪些是初期的症状？那我想啊，利用这个卡片跟大家讲说，大肠癌的一些症状哈，主要是我们的排便的次数。如果平常你是一次两次，突然你觉得说啊减少了，或者是次数增加了，都有可能是一个讯号哈。那其他像这个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如果你本来是啊可能也形状是有的，变成很细，变成没有形状，稀的啊没有办法成型的话，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因为啊肿瘤压迫到这个肠道，让它没办法通不出来。第三个呢，如果颜色改变了，比如说里面嘎回哈，可能颜色会比较深哦，不是那么正常的黄色的或黑色的时候，都有可能是出血的一个讯号。那第四点呢，如果这个大肠癌长在肠子的最远端哈，靠近小肠的地方，可能也没有鲜血的发现，因为没有靠近我们的肛门，但是可能会贫血。哦，对。那或者是呢？靠近肛门的地方可能会便秘，或者是呢肠子一直啊挤压，但是排不出来，可能肠阻塞了。对。最后一点呢，如果这个肚子痛找不到原因啊，可能是上面下面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大肠可能分布在我们整个腹腔里面。刚提到的贫血，体重奇怪了，怎么看他瘦了3公斤，在一个月里面，可能这几点啊。都是大肠癌的讯号。对，我知道林良才哈，他的烟酒槟榔哈，已经40年了。烟酒槟榔会不会造成这些症状？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饮酒啊、槟榔啊、抽烟啊，这些的致癌物啊，都是有可能跟大肠癌有关系。对，他除了一个小息肉以外，哇，他说还有一个5公分大的哈，那如果这不处理会怎么样？那事实上5公分，我们也很担心，说是不是已经跑到我们的肌肉层里面，大肠的壁不厚啊，但是呢，它有肌肉层挡住。对，如果没有超过肌肉层的话，是比较不容易转移。超过肌肉层的话，可能会钻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里面去，就会转移到肺部啊其他的地方。如果没有第四期，当然可以开刀了。还有林先生哈，经过你转介到外科开刀，好像结果还不错。我们来看这一段维西亚。发现癌症后，林南才随即进行手术。医师从大肠距离肛门20公分处切除部分大肠，希望能将病灶完整的切除。如果我们在10公分以下的话，基本上手术的困难度高，可能需要造口嘛。他是蛮幸运，长在比较高的地方，直接把那一段切除，然后再接在一起。这样的情况，那基本上对他的生活，对他的肠道。大肠的功能并没有影响。他手术出来就是那个不锈钢的锅子，那个�锅子这么大哈，他占2/3呢，那个很恐怖啊。好在是没有扩散，拳头这么大，那个瘤，它都像那个草莓这样，像那个小草莓这样，一看哦这么大，吓死人。术后，胡志堂医师用辅助性的化学治疗来保障林南才未来的身体健康。我们从他的大肠肿瘤的这个检体里面，很详细的做病理的切片，发现里面有侵犯到淋巴管嘛，所以这个部分是有疑虑，所以为什么这个病人要接受全身性的静脉注射化疗，来把可能已经跑出去、跑到血管里面的那个癌细胞把它打掉。
罹患大肠癌后，让林南才更珍惜生命，因此决定加入志工行列，跟着一起付出，期待能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人家都没有吃没有抽，我们就不能，我们也要戒。刚开始去慈济做志工的时候，他还偷吃槟榔哦，我不知道，因为有师傅说师兄啊，你怎么吃槟榔？我说师傅没有，他没有吃槟榔。我转过头去看哈，他嘴唇红红，好像擦口红。哦，不怕一块，都会想啊，每天早上起来就是香烟、槟榔这样吃，哦，要戒学很难。充实的志工生活让林南才忘却身体的病痛，越做越投入的他也在2014年1月受证为慈济委员。好像在重生活起来，再活过来。哦，那个没有切掉真的，如果恶化就医不了。很感恩啊，因为做志工啊也是给他带来健康啊。现在林南才恢复情况良好，定期回诊。没有说比较不会痛吗？今天师兄检查的状况是什么呢？他检查起来又意外发现另外一个息肉，但他也很顺利帮你切掉。那你开过他那个伤口，看起来都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你敢会提醒你后生讲爱去照，爱注意家己的肠啊的状况？我会啊，我会跟他说，如果你像你爸爸这样，你也要去看哦。他大便流血也要去验哦。林南才也提醒同属高危险群的家人们，定期做肠道的检查，才能掌握大肠癌的黄金治疗期。胡主任，大肠癌是不是一定要手术？那早期的大肠癌事实上就像一个息肉，我们所谓的息肉大部分我们看到都像一个手指头那么大。事实上我们在做内视镜的时候很简单，就可以用内视镜的方式把它切掉刮除掉。对，我们刚才看到林先生他后来在复诊嘛，是不是大肠直肠癌切掉以后就是高枕无忧，他会再复发吗？会，因为我们的大肠事实上可能有70-80公分那么长，那每一个点啊，只要它里面的癌那个所谓的这个黏膜如果有基因的变化，也许是因为外来的这些的防腐剂啊、化学啊，或者是食物啊这些东西让细胞改变的话，都每一个点都有可能变成癌细胞。而且他本身就已经有得过癌症嘛，可能也有那种刚才我讲的体质了哈。刚才你说有两种嘛，一个是先天性的，一个是后天的，是不是？所以那他的家人得到癌症的几率是不是比较高？大肠癌的遗传基因的因素是蛮重的，所以事实上我们都很建议说，有大肠癌的病患家属一定要大肠镜要做一下，了解一下他是否有这个大肠息肉，会早期把它内视镜的方式就可以把它刮除掉。所以一般我们健康检查正常的人大概是他说50岁或55岁以上才做大肠镜嘛，可是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可能就要提前个10年甚至于更早来做。 是不是这样？没错。那刚才你刚才一直讲到食物很重要，可是哪些食物呢会造成致癌或者致癌大肠癌？其实我们就是偏重于说所谓的肉食事实上很多的肉食必须要用油炸的方式，那很多油炸这个油可能是那个过饱和的，或者是有反式脂肪酸，这些都是致癌的一些可能的因素。那肉食本身烤炸以后它里面也有致癌物的产生，那往往我们都是因为肉食很美味很油，但是蔬菜水果量很少，吃的不多，抗癌的这个平衡不够的时候，那癌症的产生就很容易啊。对，刚才讲的很多肉食啊油炸的容易致癌，那相对的是不是如果要预防它就是变成我们多吃蔬果五谷根茎类的？是那我们知道说像你们在健检中会常常发现大肠癌嘛，但是病人会不会很怕做这种大肠镜？对啊，因为大部分要检查必须要利用大肠镜，那在亚洲地区包括台湾在里面，大部分90%以上事实上都是没有麻醉的，所以他们都因为灌空气的关系让肠子很胀，转弯的时候也会造成疼痛，牵扯到肠子的肠系膜，
所以很多的病患做了一次以后就不敢做了。对，所以呢，而且我们大肠直肠癌大家也知道，追踪非常重要。还好呢，胡主任最近引进了叫做灌水法的哈那个大肠镜，而且你自己也亲身体验过哈。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 出来就会打一些空气，就会有点胀。胀着肚子在。对对，出来会灌气有点胀。诊间里，胡志堂医师正为郭小姐解释大肠镜的检查情形。因为亲人曾罹患大肠癌，知道自己是高危险群的郭小姐，每年都会做一次肠道的检查。因为大肠癌的来源几乎是大肠息肉变大所造成的。那息肉有良性有恶性，万一良性的它变大，也许超过两公分、三公分，它也有可能演变成恶性。大肠癌发生人数高居所有癌症第一位，平均每42分钟就有一人罹患大肠癌，但有20%的民众不愿接受大肠镜检查，疼痛是他们拒绝受检的主要原因。吃过泻药的人都知道那种痛的感觉，但是那种痛的30-50倍吧。哇，那个时候很痛很痛，我其中一度以为那个机器是不是坏掉，好像肠子要就是一直被挤挤，想要穿破那种感觉，所以我很害怕，所以这中间停了大约十多年，就都没有再不敢再去做。因此，胡志堂医师推广换水法大肠镜，取代传统打空气检查方式，希望能借此提高民众检查的意愿。Okay, it looks like it's here, right? When you draw enough, you see that. So you aim for that. Only push it and out. Push it, right? Because when you push it and add the water, it will open up. If it doesn't open up, you're in the wrong direction.为了学习新的检查方式，花莲慈济医院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Felix 教授来台指导。Usually, a small amount of water is needed to open the lumen, and then we can advance. After we put the water in, we also remove the water so that the colon doesn't get too distended.The combination makes it less uncomfortable for the patient. 与一般大肠镜相比，换水大肠镜检查可以减轻病患检查时的疼痛。哎，真的是像医生说的，不会没有什么痛的感觉，几乎是你还没感觉到就已经好像做完了。还蛮轻松的，不会说有什么痛苦。以后我可能就是一年做一次定期的检查。没有打空气，它肠子不会胀，它就。比较没有感觉，以前可能要为了肠子要张开，气打得比较多就会胀痛。阿伯艰苦啊，没，没啊，嗯，甲顶一届有差无？有差介济哦，差介济啊？嗯，即个无感觉啊，即个无感觉，我无感觉，我那常常安尼听啊。啊，顶一届呢？我差介艰苦诶，痛到我老心肝咧。过程中更因反复灌水与抽水，肠道变得干净，让大肠镜看得更清楚，增加息肉发现率。边抽边把水抽掉，这个时候，因为水已经把里面的脏水换掉了，所以它的那个肠子显得很干净，连那么小的一个差不多2到3 mm 的息肉都被我们发现把它切掉。The water exchange appears to be giving a higher adenoma detection rate. So it may be possibly be a more useful way to look at the colon if the goal of doing the colonoscopy is to look for these adenomas. 胡志堂医师也用这项新技术为自己的大肠健康检查。所以我也尝试了做，我发现这种打水法的这个大肠镜基本上它也无痛，那也不胀，那我做完马上会上班，我也看到我的肠子到底健不健康，用这种方式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也证明说这个方法是对的。胡志堂医师希望推广换水法大肠镜，能让更多民众定期接受检查，减少大肠癌发生的机会。胡主任，我们知道大肠癌当然要早一点发现嘛，那它的检查方法有哪一些？所以最传统最早期的是用所谓的 X 光，就是
啊，俗称的喝那个石灰水哈，就喝了那个，对的，喝了那个啊显影剂以后呢，利用放 X 光的照射，嗯，来看看显影剂的走向。哦，那显影剂的走向理论上应该很顺畅，如果堵在那边或者是突然狭窄，就像一个漏斗一样的话，我们知道那边有长肿瘤压迫到，嗯，那这个是比较不准确的方式。那比较准确的方式事实上就是大肠镜，哦，内视镜，直接看电视，直接看到每一寸每一个公分，看到有没有长息肉，嗯，慢慢去看。但是这个呢，传统的大肠镜因为要灌空气，把肠子撑开就比较不舒服，对，甚至疼痛这样子。那我知道哈，其实我当国健署啊，其实他就有提供先筛检嘛，粪便的潜血，如果真的有的话，其实民众哦还是需要做大肠镜的，啊，进一步的检查。你刚才讲才能看得清楚嘛。那想要请问，就是说大肠镜啊，刚才你讲的除了灌这个空气以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还这加灌水嘛，是这两种方法是不是？那目前主要这种所谓的换水法，就是啊把水进去啊，过多的水把它抽干净，这个目前来说几乎可以说十分最痛，那可以减轻到大概只有一到两分，过去用打空气的方式可能有八分的痛，哦，那所以目前慢慢这个方式已经变成可能会主流的一个趋势，哦，嗯，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注射让你睡着，哦，那种所谓的无痛麻醉的大肠镜的方法。但是呢，有一些病患因为他心脏不好，心率不整，或呼吸会有中止的，这样的病患也没办法接受这种麻醉的方式。嗯，所以那个麻醉还是有它的风险性的，啊，那个灌水因为至少比较安全的，啊，哈。那为什么就是刚才你请一个教授嘛，哈，加州大学的教授 Felix 哈，为什么会想要请他来做一些示范或教导？那最一开始，事实上美国全面性全部都是用麻醉的方式。嗯，那 Felix 教授他遇到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的护士不够，哦，那怎么办呢？怎么帮他的病患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帮他做麻醉的情况下，他重新的思考，怎么样可以在没有空气、没有胀痛的情况下，因为主要是空气让肠子变长，让病患疼痛，他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解决病患的困难，所以他想到说不打空气，但是肠子怎么撑开呢？就利用一点点的水把它撑开，因为这个观念导致说他尝试了，虽然早期很失败，他没有放弃。他把这个成功的案例、成功的这个经验呢，传授给我们亚洲，甚至全世界，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推广。对，我刚才看到你哈，我这个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哈。以前像我以前做过，那空气呢真的是非常痛。你刚才讲说痛个七八分，真的是有，啊，那痛的时候，听说还可以看得更清楚，是不是？用水这样冲的话，比那个空气的更清楚。对对对，因为我们所谓的换水法，就是把脏水，可能里面含有一些啊渣一些纤维，我们把它换掉干净的水。哦，息肉本来被粪便藏住的，我们就看到了。那你自己做的感觉哈，我真的是很佩服你。那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自己感觉就是，哎，很好玩，看到自己的肠子，看到自己的健康，也能发现到底有没有息肉。那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检查很重要，自己体验了就知道说，应用在病人身上就不会疼痛。而且哈，你进到每一个位置哈，你也知道以后做下一个病人或做以后的病人呢，可以应用的非常多了哈。其实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副主任跟我们讲，哎，饮食当然要非常注意，从预防，那从癌症的筛检，该做大肠镜的还是要做，很多方法，我想癌症呢可以越来越减少。今天很谢谢我们的副主任，谢谢。好，谢谢主任，谢谢。